我蛮要知道对啦，啊，你若讲哦，因的数字安尼来换算，我不会啦。你敢知影吼？讲十查囡仔啦，嘛120斤就算讲吼，足大块呀。可是他的那个吼斤数，伊讲320斤啦。因吼公公哦，也嫌讲吼，这个新妇伤大块。啊，而且吼，他是那个他们那个东，应该是东南亚吗？还是？你讲大陆吗？大陆，就是他们那个地区，就是因迄个地区吼，就是最胖的哦，就是他们那个区域最胖的。啊，他的儿子吼，我跟你讲，因囝差不多存这个体格，安尼瘦瘦哦，真的哦，瘦瘦哦，系啊，啊，想袂到吼，主持人甲问哦，问讲那为什么当初你会选择他？对，伊讲吼，他的兴趣。他的喜欢，他就是喜欢胖胖的，所以讲，你个寡人哦，对不？繁肥厌瘦哦，这真正是缘分，你敢知啊？真的是缘分哦。啊，你不要看那个胖胖的你茫甲看无起哦。你敢知哦？其实他们是很有福气的。有啊。嘿，啊，透过那个节目，结果啊，那足侪主持人啊，包括吼专家，分析给那个公公听啦。因为他有帮他生一个小孙子，已经4岁半了。啊吼，迄个320斤吼，比如讲咱只婚姻官，婚姻官吼，应该是上届大间的这个大医院吼，他还不敢接生他。哦，是啊。是的，还不敢接生哦。对，特别吼，像我们这边吼，可能爱去到台北迄个大都市，肥胖较有问题安尼啦。对，啊，所以讲，伊要生迄个囡仔嘛，足辛苦诶。对。啊，主持人就甲讲啊，他可以带你的孙子吼，走啊，不理你呀，对啊，让你没有办法看孙呐，对不？你为什么不接受他？对啊，他已经吼下了最大的决定，要来减肥的。对啊。麻烦你等你吼，算我320斤吼，迄个公斤数是偌济？我就想要了解诶。我本来下头要看，我有算出来诶啊，有偌济？几公斤？几公斤？300斤哦，300。啊，对，不是，那个是男主持人，那可能他们有上很多节目过。1小时的节目啦。是哦，你也看嘛，真人真事呢。对啊，所以讲哦，我们不要哦，有这个。迄个目睭啦，嘿，对啦，目睭望大细类啦，嘿，对啦，咱但是爱人人好哦，对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们喜欢胖不是我们的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们是正常的，哎，正常嘛，正常，来，甲朋友报告一下哦，嘿，等你个几块歌曲了后，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钢管辣妹热舞秀，对，好，来，什么歌名？阿公叫你调进来，好，你调进来，哎，我再讲落几条歌咧，真的吗？经典呐，哦。怀念歌曲，对，嘿嘿嘿，啦啦，你要进来，等出社会，为着将来，离开故乡走天涯，走天涯的，哪知命运这呢歹，前途无。
两个答案啦，真吗？两个答案哈、哦，刚刚他哈、哦、这个上网哈、哦，按那个跨界的料哈，结果他那个哈、哦、这个电视哈、哦、方格下面有写，320斤，是150公斤哦，嘿，啊，结果一个哥哥吼，咱在地一个哥哥，伊较紧的吼，徛伫边来甲讲吼，而且吼，伊讲吼，伊讲吼，咱安尼算起来吼，你若大斤安尼吼，算起来吼，公斤是192公斤安尼啦，哦，嘿啦，啊你甲看，超过150公斤的，你几公斤？我，55，哦，没有，你加你两倍。给你两杯，啊！你甲看你安尼行到偌久去啊？啊！你甲想，伊甲颠倒啊！你甲想，伊若咧行路安尼会足喘的哦，足喘的哦，足喘的哦，咱咧行路足喘的啊！对，拜托个咧，我吼，我你55，但是你168公斤，公分啊，对无？你比你加我8公分啊，我160公分啊，啊我这个也做体重偌重，你知？偌重，应该是不如54公斤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安尼我较瘦哦，你较瘦啊，对啦，对啊，所以讲哦，这还佫加上你的这个也做身高比例来换算啦，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健康的啦，我们都是健康的哈，啊，其实哈，其实啊。只要那过后应该没无烦恼啦，哦对啦，好事哈，哎快乐就好了。是啊，我觉得哈，烦本厌寿放一边啦，对，人生就是要快乐啦，对吧？你惯太别人安怎给你看哟，对吧？你惯太别人安怎给你歧视哟，反正你日子还是要过啊，你自己赶快来过呀，对吧？你无帮我吃，敢有可能摕饭互你吃？敢那我咧讲笑是咧笑什么？对啊，对不？咱都我都生存，我都生活就好啦。啊，我定咧讲哦，人莫讲笑，对，袂使笑久，后摆后出事我咧用。来，现在继续唱歌，阿伯在那话，你有听？我有听。我来了啦！妈好气，你要大声。那阿伯起来就唱个慢步，来，就唱个慢步。啊，你要出来无啦？你来，你要出来无啦？你我会出来啊！你个鬼门出来！你逃出来，你阿娘我都出来啊！他嘛都走出来啊！你要不要出来？我怀念你，你在用你的穿外套，很少年感动。哎，一直讲咱两个老人。吃苦，听着你的歌声，你歌声心不来，我半途尔。啊，你半途尔，我怀念你的情。我半途的。我怀念你的情歌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冷漠你的歌声，你这久无听到你的歌声，心肝内有滋味开怀。我怀念你的情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冷漠你的影影，你这久无看到你的影，你敢会来想起我？慢步，慢步，我爱去跳慢步，慢慢。
着漫步，啦啦啦，热情的漫步，咱无奈咱咪家己拍手漫步。好，热情的漫步，热情的姑娘，那你谢谢，热情的漫步，感谢，感谢您，好，谢谢你的掌声，谢谢。来，我落开，体格袂歹哦，要跟你看一个无？要看一个无啦？买无啦？拢无人印象啦，安尼啦，无啦，唔是啦，重点是大家足想要看，搁歹势印啦，嘿啦，来变化妆，好嘞，热情的沙漠，你热情热过了拜吼，好来，热情的沙漠，好，下一阶段就是咱的钢管热舞秀。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，也会祝福我，他也会盼望这份爱情的我。沙漠要了我，也会有寂寞，青春的花朵。我在高山上，你在青山河，陶醉在沙漠里的一生爱河。非常感谢所有的嘉宾，来，今晚哈啊，伫只甲咱所有嘉宾朋友大家报告一下哦，咱拍子爽吼，特别欢呼主持吼啊，来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讲咱最近原中乡吼有足多哦，讲是食药啊做的吼，啊拢专门咧偷吼，这个卡玻璃，就是咱车挡伫路边，啊若无注意吼，啊玻璃就叫卡破来，啊内底贵重的物件就叫提起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特别甲咱的朋友大家报告吼、哦，如果讲吼，咱的车辆，咱的车辆，若放伫这个较窗外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吼，放伫咱这个厝卡，都较暗的所在，咱就爱出来巡一下。啊，贵重的物件唔茫放伫车顶，吼、哦，安尼才袂危险。来，那么因阿妹暗会恭祝咱的五年千岁圣诞千秋，所有赞助。